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今天为大家进行一款名叫 Average Maria Individual 普通的玛利亚的个人啊，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连WSD 是操作，那开始是哪一个啊？空格，他这 Average 呢，指的是他是一个普通人。他跳不了很高，是吧？普通人就是这样子的。MX Gloom， 啊，你来这里做什么的呢？我是来毁灭我的敌人的，我是来找女朋友的。杀人！你为什么要啊杀死敌人呢？啊，就该杀！我真可怜你啊！啊，你是过着多么空虚的生活，才会想要伤害那些没有对你做过错事的人啊！啊，我鄙视你，但是我又同情你。他就走了。什么？就这样吗？然后呢？我们过不去了。重开吗？是的，之前没听到声音，我们再来一次。好，这回我们做一个好人嘛，我们就说啊，我们是去救女友的啊。哎，等一下，我点错了，我是去救女友的。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她需要被拯救呢？啊，不要这么快就认为她需要或者想要你的帮助啊，找就找嘛，但是啊，你不要假装自己知道他的感受啊，你要先问他嘛。是啊，但是我过不去啊。好吧。找女友。你为什么要找他？确定他没事吗？啊，真是温暖我的小心肝呀。啊，你希望他安全，但是又尊重他的自主权。不管怎么样，都只会有好事发生的，我会帮助你的。你去错方向了。回头你就很快可以见到。果然是这种展开嘛。之前如果回答那个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说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你救啊？说不定人家根本不想要你救呢。这块地方没来过呀，我们来看一下你又在不在这里。倒是这些山全都长得一副鬼哭狼嚎的样子，这个云和草也不一样，云，这个扬着眉，鄙视的笑着，草，你要干什么？这种感觉，这边贴图都出现了错误，哎呀，出现 bug 了，世界不对了，难道我们的女友也怎么样了吗？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女朋友呢？难道是 What Why 你要是直接摔死了治愈一把也就算了，你这个不合情理啊。说好的女朋友呢？再这样走下去，哎呦，我们都走到屏幕后面去了，这个世界不对了。问号。Well, 啊，这是谁呢？你不应该在下面呢，你知道吧？你想要从我这边得到什么吗？钱还是力量？似乎我的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出钱或者能力了，是不是啊？我真是做梦都想着可以对着所有敢碰我的人都呕出毒液呀。拿走你这个毫无意义的挂饰首饰啊，小珠宝，不要再理我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神，我们到底拿到了什么呀？也没有跳得更高，也没有跑得更快，只是屏幕一闪，我们被扔了出来。
难道等一下我们要向我们的女友求婚？啊，拿起了一个小珠宝。你好 ，Hello， 阿弗罗迪。啊，你好啊，啊，那真是意外之喜啊！告诉我，哎呀，美味的美餐，你是主角吗？你是英雄吗？不是。哎呀，太可惜了，啊，然后你照样吃了是不是？啊，英雄们叫得最惨呐。啊，当他们发现意识到自己的冒险啊以死亡结束被我吃掉的时候，叫得最惨。哼，普通人类真是一点都不刺激啊。啊，请不要伤害我。我才不怕你呢，请不要伤害我。不用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吓到你很抱歉啊。因为总是遇到这个英雄之类的，他们都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最重要才了不起，他们啊总是认为啊这伤害我的朋友们也没关系的，反正自己是主角嘛。我确保他们绝对不会逍遥法外，但你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我会让你过去的。请对我的姐妹们遇到的时候也对他们温柔一点，我只剩下他们了。好的，我一定会好好的，不会对你很凶的。是，那载我一程啊，不要让我摔死呀。哎呦，什么？没事。说起来，主角你这个走路的姿势啊也有一点这个魔法少女小圆里面这个啊绿毛同学被魔女使魔那个了之后啊走路一路跳着舞。是，你他妈是谁？我是玛丽啊。不好意思，你才是谁呢？是我是谁？你开什么玩笑啊？魔古王国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的。哎呀，我是勇敢的哎呀骑士冠军，哎呀这个啊无畏的战士，世界上啊历史上最伟大的下水管工。It's a me, Mario。跑回家去吧，我是来救公主的。你是说我女友吗？等等，你救什么呀？不重要吧，这又不是他的故事，我是主角，我是英雄。我活着就干这个嘛。我有危险，我头一个冲进去，我救下公主，我把路上挡着我道的所有东西全他妈一个通通杀光了。那么他想要的是那些呢？他想要什么有屁用啊？这又不是他的故事，是我，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我而存在的啊！我做什么都行，规章制度，对我不合理，不合适。我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恨一切人，一切不是我的东西，我唯一看重的情感就是恨。你让我感到恶心，你给我滚出去。哈，你觉得你很重要吗？你只不过是我的另一个敌人而已。来了来了，你会和其他一样死掉的。什么？这是这样一个游戏吗？什么？我自灭了吗？我还以为可以站在管子上的呢。好，竟然有终极点啊！哎呀，前面也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全都选这个正确的选项。但是这一次对话应该关系不大吧？我们看一下另外两个对话就可以了。最后反正是要终有一战，玛利亚霍城，而且连对话都没有了。我们也没事呀，也是啦，我们是个普通人而已。我顶你个腿儿，我顶你个腿儿，像玩香扑似的啊。再见了，您嘞。
我们杀人了。然后呢？啊，我还以为你也杀了人，于是这也是空虚的胜利。嫌疑方会有我们的女友吗？你是谁啊？啊，恶魔之王，你是来杀我的吧？啊，你为什么会有任何不同呢？我见过很多像你一样的人，陌生人，年轻，充满了活力，哎呀，渴望着冒险，勇敢，但是无情无心。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来我的城堡，我的家里，我的家里呀、啊！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只是用来打败的敌人，还是超越的障碍呢？啊，你怎么可以看着另一个生命，仅仅把他们看成是要摧毁的东西？唉，我本以为如果让自己显示的啊，显得可怕一点，吓人一点的话，你就不会来管我了。哼，哎呀，就可以自由的为我和我的朋友们保留下一点小小的空间了。但是还是不行，你们总是要过来，你们从来不会停止。我已经杀过这么多人，这么多像你一样的人。哎，当你抱着要杀掉我的念头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从不是抱着恶意，从不是抱着愉悦的心情，我只是为了自卫而已。但是那么多血，那么多血，你这是要自己跳下去的节奏吗？我不能再继续了，我只想要这一切结束。我除了悲伤之外一无所有。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你们这样的人的伤害，却真的把自己变成了怪物。但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我了。你要杀了我吗？来吧，下手吧。哎，那我们走了，我不要杀他呀，我们杀一下吧，反正是要看剧情的嘛。要把乔青，不要。哼，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啊。或许你和其他人不一样，这让我稍微有了一点希望。等一下，你是玛丽呀？是啊。啊，碧琪公主经常提到你啊，她在下一个房间，如果你是来见她的话。是啊，我们主角也是个女的。这果然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游戏啊。嘿，怎样呀？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有点担心你呀、不好意思啊，我就是突然失踪了嘛，消失了。不用担心了，我在这里很好的嘛。好啊，挺好的。总而言之呢，你在这里很好啊，玛丽亚，我也很想你。我也很想你呢。刚才第一句是我们几乎都不太见面，我知道是我的错。好吧，我保证一定存在感强烈一点。毕竟啊，在那个运作整个王国、管理整个王国和四处旅行之外，我好像真的没有为你留下太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这里嘛？啊，还意思说你来这里啊，你可以和我一起嘛？我们还是说谢谢吧。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我知道的。我真的很爱你，宝贝。我也爱你。我们好矮。反倒是最后，我们用一个相当猎奇的姿势。好的，是的，这就是一个平凡的玛利亚的故事。我们直接回头走呢，是不是就能果然吗？
好，迷之人去把之前的几个选项给打出来啊，稍后回来。哎，对，我是主角。来，我们来说一下。嗯，我是主角。哎呀，太好了。嗯，还是同样的句话。啊，这是无可抵抗啊。啊，嗯，我太兴奋了，好想杀掉你啊。不，等一下，我不害怕。哦吼吼吼，哎呀，啊，你这团肉身啊，肉泥啊，哎，你应该害怕的，你应该害怕的。嗯，我最喜欢慢慢享受我的猎物。哎呀，让他们活着，嗯，沉浸在恐惧和痛苦之中啊，生活中再没有很少有这样的愉悦了啊！我会杀掉你的怪物。你知道我是什么吗？人类，我是阿弗罗迪啊，是死亡之物中最美丽也最可怕的。这是我们的家，是你入侵了过来，侵入了我们的家啊！我不会让你伤害那些我爱的植物的，花花草草们。为了保护他们，我什么都做得到。我杀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啊，我会把你的肉从你的骨头上撕下来，我会啊喝你的血，用你的血洗澡啊，别他妈烦我。哼，说够了没有？受死吧。好嘞，恭喜你英雄啊，你通过了我的测试，证明了你的勇敢。嗯，真的，这片土地啊，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了，你可以过去。是，我不想要好结局啊。那我们如果缩了呢？缩了的话会不会那个？你好呀，哈哈，啊呜一口。好，我们这回，哎，这下还真是从头开始的，好吧。那迷之人还是去把最后一个，如果杀了那个啊怪物的话会怎么样，我们最后看这一个分支结局就可以了啊。顺便再看一下，在那个死亡之物那边，阿弗罗蒂那边，如果啊首先装个逼然后缩了的话会怎么样。好，稍后回来。大家好，我来装逼了。哎，我是主角。嗯，他们痛苦的惨叫啊，哎呀，最美味了，好想杀你。等一下，嗯，那哀求我吧，啊，求我饶你一命吧，你这可怜的肉球，我做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了，好吧，嗯，那我就饶你一命了，嗯，请好好仔细的想一想啊，是直接侵入他人的空间，威胁他和他的姐妹们是怎样一个后果。啊！如果你伤害我关心的任何人、任何植物，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有多么残忍的。我只不过说了句我是主角而已，你怎么就反应这么大呢？不过也是啦，他们之前遇到的主角、遇到的英雄，全都是这个尿性的。哎呀，倒也没把我摔残。嗯，哒哒哒，来。那个那谁马里奥，我这回知道你没办法直接杀死我啊，只有你不是剧情杀，你反而是最弱的。哼，玛丽啊，哎，真是啊，很原创嘛啊，啊，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当然了，哼，我也不在意啊，我反正要再介绍我一回，作者懒了。好，又说了一回。快回家。你是说我女友吗？果然也不重要啊。啊，好，那我们，你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哼，怪物，他们是怪物，就是该被我亲手杀死。嗯，他们根本就不配存在，这个世界是为我而创造的。哎，又来了。啊，这个作者是对玛丽奥有多大的怨念？给我滚！哼，
还是相同。来来来，你和他们一样会死掉的。哎，他这回跳高了嘛？去吧。好，我们在这里等一等，不然自己也死掉了就可悲了。要走一走才能出发，并不是直接走过来就行，等着就行。好嘞，那谁，我要来杀了你，会不会被反杀呢？还是怎么样呢？但之后惹桃子生气，估计也挺那个的。哎，大家好，我来杀这怪了。是。难道桃子会因为碧琪会因为我们做出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嘿，这啥 ？You motherfucker！ 竟然是背刺。哎呀，但是这个实在太漫长了，没有终极点。好的，那么平凡的玛丽亚这样一个人，这样一款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主角，你到底对马里奥是有多大的怨念？大家好，我们来和碧琪公主人生相谈了。嘿，我来。对，我们一开始不要说这种我来救你这种话啊，我们先说有点担心你啊，对吧？很好的，但是之后呢？我们要说，我们都不怎么见面，我知道。哎，看来，我们来这里本可以一起的。是啊，我也很想啊。哦，对了，有很多人，我等不及想要介绍给你呢。哎，看来最后还是，也对啊，这确实不是一个纯粹讨好碧琪这样一个展开。虽说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游戏，但里面的角色啊，不管和这个原来的设定有没有不同，但从他们自己来说，都还是有血有肉的人的这种感觉，除了那个马里奥之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自己感觉被亏待了，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到了最后因为不讨他的欢心就会被拒绝这样一种感觉这么说来倒还让人有点眼前一亮嘛。不过这个每一次都没有终极点也实在是太那个。好的，那么今天这款平凡的玛丽亚这个人这样一款游戏呢，就给大家进行。